我没事，你走吧。没事，我就在这陪你。你想一个人待着是吧？我就想一个人静静。好，我不说话。哎，玲儿，你别哭了，手机能修好吧？玲儿，别担心啊，不是你有什么你跟我说，没事的。玲儿，上课了，你行吗？嗯，上课。好。怎么了？上班。磊儿，不是季阳，你干嘛？你没了是吧？我没找你。磊儿，我就是想跟你来道个歉。刚才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个手机对你有这么大意义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啊？你插着兜抬着下面，你什么态度？你是认错的态度吗？咱不管手机照片什么，你就说怎么办？我们还要上课呢。这样吧，数据我帮你恢复，然后再配你一个新的。看我干嘛？你看他，你问他呀。你看这样行吗？那手机你给我吧，我砸的，我来修。不用了。我说真的，季阳同学，我也说真的，真的不用了，表哥上课。走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季阳，这事儿没完。来。你送外卖啊？你买自己吃上了？超时了，不吃不浪费了吗？哦，可以。你咋还出来吃？嗯，里边满了，没地儿。你也超时了？我超什么时？我自己买的，我不是给人送外卖的。不送外卖也挺好。你这月能挣多少钱啊？一个月2000块吧。多少钱？万八千，那好的时候，这保密不能说。万八千，真的假的？那你吃这钱你自己付吗？那不自己付吗？要不一般人还舍不得呢。哎，你这工作是怎么？就这上你们这是哪儿啊？就上你们配送中心应聘去了。嗯。需要什么？提供什么身份证吗？身份证。还需要什么呀？文凭要不要？5万端证就行。5万端证就可以啊。身高。要会骑车吗？那骑车那就会呀，那驾驶证都得有。28000。嗯。要不来点汉堡？不是，我怕你干，给你留点汤。你吃饱没有？我是。你先来这个，我再买个去。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多不好意思。来，那多不好意思。你先吃。28000。哎呦，童文杰，我找你一上午，你去哪儿了？我一直在，我就是刚刚上了趟厕所。这个季度的财务报表你审核一下，下班之前交给我。下班前我可完成不了这么多。这要完成这么多的话，怎么着都得11、12点了吧？11、12点就11、12点啊！你甭管我几点做完，这样好了，反正明天上班之前，我把这些核对好了的东西都放到你办公桌上。不行，老大说了，明天一早就要报上去了。这样吧，你什么时候做完，我陪你到什么时候。还有在座各位，咱们今天都辛苦一下啊，配合一下童文杰工作。
今天务必把这事儿完成。金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我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，童文杰？大家谁不是加班到八九点钟？就你搞特殊，每天卡着点来，卡着点走。哎，你这样对大家公平吗？我作为领导，我看在眼里，我这一碗水，我不能不端平。就是说，以后公司不允许到点下班，是吧？到点下班就错了，咱们部门就没这规矩。你要想到点下班，后勤保洁那儿可以到点下班。来来，喝点水，消消气儿，你也消消气儿啊。啊，来来，你也别看了，先吃吧。啊，这都是我给你挑的，什么狮子头啊、鸡腿，都是你爱吃，快吃吧。吃。表哥，你说这真的修不好了吗？你也不确定是不是，咱们再看看。放学以后咱们再看看。好好好，来，我会帮你去问，也会帮你去看看外面会有没有会修的。不过现在呢，你就别想了，好吧？你也别伤心，你伤心也没有用。先吃饭。喝水。那能怎么办呀？怎么办才有用啊？莲儿，你放心啊，这事儿不会就这么完的。我到时候去找季阳报仇，不但让季阳让给你完璧归赵，而且给你换个新手机，好不好？方红，你这三句不离出气儿报仇的，你要搞什么事情啊你？我什么时候说报仇了？你刚刚说了你要帮磊儿出气啊！我方一凡从来都不动武力，用智慧取胜的。智慧什么智慧？你哪有智慧？我怎么就没有智慧了？你瞧瞧你那小脑瓜里边都是空的。你别说我了，你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你有什么智慧？那个，你帮他检验眼镜。磊儿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啥。干嘛呀？看什么看啊？没饭请你吃啊？这种人还有脸在食堂吃饭？你干啥呀你？我找他去。不对，坐下。你还嫌自己惹的事儿比我多是不是？到时候李铁锅又来骂你一顿，又把你妈给找来，你愿意吗？不用，谢谢。拿着吧。不是季阳什么人？桃子眼睛瞎了吗？他还护着他。你女神不是一向如此吗？你还没习惯啊？桃子已经不是他女神了。嗯，换人了。谁啊？他说是芬儿。芬儿？芬儿谁啊？方一凡？啊？不是你们学霸脑子都一根筋儿是吗？啊？都是木头啊！芬儿，考试学习那个芬儿。嗯。今天给点色看看。你干啥呢？你别告诉我你要闹什么事儿吧？我跟你说，今儿要不是你出了斗牛这一茬，磊儿的手机能摔坏吗？别闹了，行吗？是，表哥，季阳都说了答应修手机，没准能修好呢。而且他已经赔你道歉了。道歉？他给你道歉，给你赔手机，给你修手机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。而且我们俩还有事儿没完呢，跟你没关。行了，磊儿，别管他了。一会儿饭都凉了，你先吃点吧啊。行。谢谢。你不吃了？我不吃，我减肥。哎，磊儿。那个什么，我想把一视频里边某一个地方放大，就夸张一点，炸一点，怎么弄？那你先建一个时间轴啊，那校长，嗯，然后再建几个真动画，嗯，然后呢？最后在那里边加上你想加的东西就行。哦。我要干啥呀？这都已经过去仨月，你怎么还留着这视频呢？哎呀，给我，我就他这一个黑料，没准哪天就能用。你看，这不就用了？哎，方一凡，你几个月干嘛呢？不是你干嘛呀，神出鬼没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去吃你的饭去。怎么处理这事儿？修呗，能怎么办？那数据能恢复吗？我有办法。
在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走你。这雷儿，你看这好笑吗？哎，这不季阳上了。你看，表哥，你刚才问我就做这个啊？哎，方一凡，你说你这样发这表情包，影响不太好吧？这一传十，十传百的，到时候老师看见怎么办？我做都做，我干嘛不做？我有病啊！嗯，哎。你看季阳这傻乎乎的，哎，你当时拍这个真的是明智，我那是吓傻了，行不行？到了呀！哎呀，别生气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来，坐下，坐下，别生气了。哎，这方一凡确实也太过分了。你不是都向他道过歉了吗？他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呀？别动！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。他那人吧，就那样。我跟他生什么气啊？小屁孩一个，随便他吧。该修修，该赔赔。我们也表哥，你说这季洋洋道歉也道过了，也答应要修手机了，我们还要一直跟着他们吗？我要送桃子最后一程。最后一程？什么意思啊？桃子他……方一凡可真够行的，刚整完你就跟没事人一样，又跟上来了，可真够难缠的。他想当保镖，就让他当呗。就是他表弟挺可怜的，摊上他这么个表哥。你说他俩在那说什么呢？我听不到。你猜猜。我要能猜到，我就神了。也是。桃子看上季阳什么了？季阳比我优秀吗？嗯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不是天才吗？你帮我分析分析，他俩在没在一起啊？他们俩，我，表哥，他来了。两位保镖，在这等我呢。我可不是你保镖，要是也是他是。什么？我是？我怎么可能是他保镖？你说谁呢？不是保镖，怎么天天跟着我？您就别自作多情了，谁跟着您啊？我跟着我女神呢，我怕某某人啊对桃子图谋不轨，我保护一下。怎么了？碍着你事儿了？谁心里有鬼啊？谁自己知道。磊儿，明天上午那作文讲座我不去了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我给你去修，你给我一个补穿的机会，行吗？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呢？哎，我以前一直以为天妇罗是一个女孩，是一漂亮姑娘。天妇罗，美少妇，合着是一菜。天妇罗这一听这名儿，这也得是四张以上了啊。慢点喝。嗯。那是一会儿就醉了，醉了也好，醉了省想那些破事儿。工作呀，你瞧，我跟你说，人到中年，危机要来，绝对不会单独来。所谓祸不单行，一来都一对对来，有内忧，肯定就有外患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内忧外患一块儿来了。
你呢这还没到危机呢，早晚得赶上，知道吗？哎，老板绝对是金庸迷，你准是放金庸的戏。金庸这个里边，女的啊，女的，你最喜欢谁？张敏。赵敏吧。张敏。啊？张敏。演员。我是说，你最喜欢哪个剧中人？这些报表啊，他上周全都审核过了。那个，我们都觉得这个金总啊，他就是故意整你呢。我已经把那个审核好的那个报表啊，都发你邮箱了。我先走了，你别说是我说的。好，走了，拜拜。谢谢谢谢，再见，谢谢啊，拜拜，见。喂，宋茜。哇塞！我说呢，哎，老乔，我说怎么这一直放金庸呢？合着就是没看手机，金庸先生过世了。金庸先生过世了。我天！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。94了。这也算是喜丧吧。哎呦，你突然看着这金庸先生走，心里还挺难受的。你说咱年轻时候谁没想过成为金庸笔下的一个人物啊？啊，令狐冲、杨过、郭靖，当一代大侠。结果现在呢，人到中年，大侠是没可能。充其量就大虾，就一大虾，而且还是被炸了的大虾。这是一菜，叫虾菜。放松，调整呼吸，保持好的。哎，你这个脚应该再抬高一点，这样。哦，这样会好一点。这样好多了。好，我们起来吧。起，哎呦，哎呀，因为这个动作呢有一定的难度，我觉得您可以下节课来，我还会带着大家复习同样的动作，您也可以下节课咱们再试一下。今天的瑜伽训练呢就到这儿了，咱们自行做一下拉伸，这节课再见啦，下次见。见。哎呦，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真是好久不练了。哎呀。你怎么样啊？这老师教的真挺好的，挺仔细的啊，长得也挺好看。以后要不然咱就上他的课呗。对，我也是，一看他就挺有眼缘的，所以我看了一下这个管理其他老师的课，我觉得他的课最好。那咱以后就上他的。可以啊，就上他的呗。坚持住啊。必须坚持，我得把在公司守的那些气全都出来。哎，你就让小金这么骑在你头上啊，你忍得了啊？没想着去什么换地方，我怎么换啊？现在方瑞儿这情况，都失业俩月了，我都不敢动。我随便一动的话，好家伙，万一动不好的话，全家喝西北风去了。哎呦，不至于。方瑞儿，我觉得呀，你大可不必这样。哎，你就跟我比吧，我以前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了解，做什么赔什么，你这不算跌跟头。哎，我说一句不好听的啊。你就是跌跟头跌少了，再多跌几个跟头就好了。啊，我跌跟你跌是一回事吗？这怎么还拼跌啊？不是拼跌，我是说那个，我跌跟头跟你跌跟头是一回事吗？你跌是多少岁的时候跌的？你30来岁跌的，对不对？后来你就发家致富了。我现在45了，我怎么跌？我跌得起吗？你说你。过日子啊，吃喝拉撒睡，哪样不花钱？是不是？你说没压力啊？我得往前看，但别人给我压力啊。我早上起来，童文杰就为了这穿衣服的事儿跟我吵一架。为什么非让我穿上西装？为什么呀？不就希望我赶紧找着下家吗？不就希望我赶紧能找着工作吗？不就希望我挥刀自宫，面如岳不群吗？不就这个吗？就为这么小的事儿？嗯。哎呀，
点小事你们也能吵得起来？方圆吧，你看他平时吧，好像挺乐观的哈，遇到点小事儿、大事儿的都不过心。可是这次吧，我觉得可能是对他打击比较大吧，所以哎，也怪我，我也认为是脾气不太好。你现在也是压力大，所以脾气不好。方圆肯定也是压力挺大的，这不是才两个月吗？你再让他适应适应。你知道吗？当年乔卫多，他多少年都起不来呀。后来不是也做大了？嗨，他做大也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也没享他什么福。你拉倒吧，你都有英子，你还想怎么地？哎，知足啊，知足。是是是，我知足着呢。我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我就是想让你放宽心，别想了啊。有什么事儿不还有我老乔呢吗？啊，你这样。我把咱们这个每周一歌的这个档次再提一提，以后每一次人均消费1000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提上来，但是消费呢，咱还是低消费，你到时候把那钱直接给我就行了，转成现金。哎，呀呀，楼道里啊，冷不冷啊？我热，热的不行。我以为到家了呢，睡这儿，睡这儿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喝酒了？行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很，我错了，我早上不该跟你气，是我不好。没事，是我。是我不好，你现在非常时期，我应该让着点。为什么非常时期？是我太没有耐心了。我不该跟你较劲，我错了。没事，都行了，好多了。跟谁喝的呀？跟谁？乔玉东呗。我给你冲点蜂蜜水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不难受啊。怎么了？有我呢，不怕啊。听到没有？对呀。我说今天金庸死了，你知道吗？金庸去世了。我知道，我看到新闻了。特别难受，我操！因为金庸先生怎么突然就走了？我从小就想当一个武侠，你知道吗？仗剑走天涯。我觉得我最损了我。我就当个令狐冲、杨过是吧？张无忌，就算我稍微差点，我起码是个郭靖吧？我怎么现在成了岳不群了呢？我你不是岳不群，你怎么会是岳不群呢？我就是岳不群。你要是岳不群，方一凡从哪儿来的呀？我刚成岳不群，我之前不是岳不群，我这俩月才当的岳不群。刚刚变成岳不群的是不是啊？我本来就没想过自己是岳不群，我觉得我就算我没什么武功啊，我跟你讲，
我得老老实实做人，我认认真真的工作，我怎么我是事业不成功，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，我怎么弄成这样，我不倒霉，我们都过得去的是不是，我现在特别理解岳不群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是搁着康庄大道，谁不想走？谁想走那旁门左道？你再说，切一刀多疼啊！老袁，哭了，不难过了啊！不难过。我没难过。我是我在。你关金庸先生他走了，金庸先生他走了。老袁，你看着我。老袁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。不怕，有我呢。没事的，方圆都过得去的啊，好不好？嗯，不哭了，没事啊。来，走起来。嗯，起来走。谁的皮鞋啊？哎，老公，你快起来，我来刷，你快迟到了。你看你也是啊，知道自己今天要参加这个作文讲座，还不如早点起啊。那闹钟没响，不怪我。嗯。这什么味儿啊？我爸喝酒了，还吐了。嗯。跟谁喝呀？跟乔叔喝。没有，跟那几个同学。为什么喝？不开心，有心事，借酒消愁啊。哎，怎么这么多多问题啊？赶快试试啊！我到那边去试试，顺便过来吃饭。醒醒呗。先喝口蜂蜜水，啊，解解酒。先喝口水。天都亮了，嗯，几点了？九点多了。啊，嗯，啊，喝多了吧？哎呀，头疼。方圆，以后可千万不能喝这么多了啊！来，你喝口蜂蜜水。喝一口。不是，可能也许我还是不胜酒力了。嗯，行了，你再睡一会儿啊，反正今天早上俩孩子都不在家，你再休息休息啊，再睡一会儿。这不礼拜六吗？礼拜六怎么了？礼拜六孩子也得上课呀，学校有一个周末的作文讲座，这不是马上期中考了吗？给孩子们突击一下。哎呀，真行了，学校周六还给弄讲座，这玩命啊，这是。你知道昨天晚喝多了以后你说什么吗？我说什么了？妈，早。哟，起来了。嗯。哎，现在感觉怎么样啊？还冷不冷啊？不冷，没事了，已经是吧？嗯，快去洗漱去。嗯，今天妈妈给你准备好东西了。放下，先空腹把这吃了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海参。妈妈知道你最近辛苦，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，特意让人从外地带回来给你补补的。我跟你讲，这可是好东西。人家说了，这个冬天每天空腹吃一个，一年都不会感冒。来来来，这谁大早上吃这个呀？我不吃。吃这个怎么了？这营养价值可高了，尤其生吃。我跟你讲，英子，咱现在可高三了，再也不能生病了。妈妈都想好了，这年什么都不干，就围着你转。你得给我争点气，不能生病了啊！来，吃了它。我这不是没病吗？我这好好的呀。你昨天不是还不舒服来着？那是昨天，我现在好了。那预防不是更重要？我跟你讲，海参呀，不仅营养价值高，而且还提高记忆力呢。哎，你想想，你吃一个海参，多记20个英语单词，是不是很值得呀？
哎呀，我到时候再吐在教室里。今天周末去学校干什么呀？妈妈专门给你准备了两套物理卷子呢，你现在在做那些基础的没用了，知道吗？得给你来点进阶的。做啥卷子？今天学校早上有那个高分作文讲座，我必须得去。老师要求的？嗯。哦，那先去吧，回来再做卷子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哎，回来，还没吃呢，把饭都给我吃了呀。这我真的吃不下去，这太恶心了。你还生的，生的营养才好呢，又没让你自己吃，妈妈这不是也陪你吗？你陪我，我也吃不下去啊。我跟你说，英子，这个时候你可别掉链子，咱们都得备战到底，听见没有？快吃。不吃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等着啊。站住！坐回去。快点儿！妈妈呀，给你做个示范啊。看见？辣辣辣，太辣了，不多蘸点吃不下去啊。推下去，推下去，不行了，推下去。我要哭。咽下去，咽下去，听见没有？我吃到了，我说，我坐回来还没吃饭呢。我吃了。哎呀，不许吐啊，不许吐啊。等我一下。稍等，马上就好啊。来来来，把这带上，看，这怎么跟鼻涕似的，黏不拉几的。乱说，这是燕窝。我大早上起来给你炖了好几个小时，成脾气了。一会儿听讲座的时候，一边听一边喝了啊。我跟你讲，可好了这个。那我走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把拉链拉上。嗯，妹妹，把拉链拉上，保护嗓子。不省心。哦，对了，今天早上啊，方一凡啊，问我了。说爸爸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你说要不然咱们俩就别瞒着孩子了，就跟他们说实话呗。没有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千万别跟他们说，千万别说。你说我都这岁数了，45了，男子汉大丈夫。你说我跟孩子说我没工作了，怎么说我现在也算是俩儿子的爹，这不让我突然在他们心目中人设都崩塌了吗？那不成，千万别说啊。哎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你们公司不厚道，是你们公司做错了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好不好？是跟我没毛关系，但是你千万别跟他们说，说了之后真的我不知道怎么面对孩子，千万别说。那你打算瞒他们瞒多久啊？嗯，能瞒一天是一天呗。去瞒一天是一天，你想的呗，你告诉我怎么瞒？怎么怎么瞒？假装上班，老方子。对不对？每天出去溜达去，有什么不能瞒的？这么冷的天儿，你告诉你上哪儿溜达去？马路上溜达去啊？我又不傻，我上马路上溜达什么呀？外边有的是地儿能溜达。我上快餐店买杯饮料，我能坐一天呢。实在不行，我就上宜家去，宜家里边倍儿暖和，而且还有床可以躺着，在上面睡觉，旁边还有人给你陪躺，多好啊！我们能不要这么没有素质吗？啊？高三的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本次作文讲座的主讲人，我叫麦高芬。对待高考作文，
一定要夯实阅读积累，抓住两个思维，一个是审辩性思维，意思是你的思考一定要逻辑清晰。来了来了，啊，闺女，来来来，我说，闺女，你这是不是最近来的太频繁了啊？你妈没发现吗？没有，我不说，您不说，谁能发现了？放心吧。这什么姿势？这么大的姑娘了，你注意点。爸，您这有茶吗？大早上的喝什么茶呀？大早上的，我妈就逼我吃海参，我现在都快吐了。这么早就吃这么硬的啊？你妈怎么给你做的？是葱烧啊，还是小米炖呢？都不是，黑漆麻乌的生吞。啊，生吞？生的怎么吃啊？得蘸点料啊。您别提了，这不蘸还好，让我蘸芥末，这辣的我眼泪都出来了。行吧，爸给你倒点茶。啊，谢谢爸。你先喝点茶。你妈是好心啊，这生吃海参啊，补脑子，对身体好。他还给我带了燕窝呢，我给您看。这跟鼻涕似的，我怎么吃啊？我真的是我要疯了，您留着吃吧。哎，先放这吧，回头你去学校吃。燕窝也是好东西，来，先喝点茶。谢谢。哎呀，慢点喝，慢点喝，热着呢。爸，您跟我们老师请假了吗？没呢。啊，英子，爸问你啊，这讲座你不去行吗？行啊，这些范文我都背过了。再说了，这大周末的我可不想去上学。周末能给你们开讲座，那学校请的一定是名师。你要不这样，爸爸送你去行不行？爸，你怎么变得跟我妈似的呀？这到底是不是我避难所？你到底是不是跟我一头的呀？我是跟你一头的，我现在感觉咱俩共同犯错误呢。那您就帮我请这一回假嘛，不然李老师该怀疑了。英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马上就期中考试了，期中考试以后，你绝对不能再旷课、再请假了，知道吗？我就第一节课不上，耽误不了事儿。你一节课也不行，爸爸这是你的避风港，但不是你旷课的避风港。你可以来爸爸这儿，随时来，但是必须下课了来，知道吗？好好好，我听您的，这以后我都不请假了。爸，你就给我请假吧，不然李老师又该怀疑了。行行行行，我给你请，都冷。哎，那您别说漏嘴了啊！我还说漏嘴？嘿，你爸老游击队员了。另一个叫形象思维，形象思维也叫艺术思维，是指你要运用集中概括的方法，对感知的事物形象进行加工改造，来解释生活。喂，你好。哎。李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是乔英子的爸爸。哦，乔先生您好。哎，您好，您好，李老师，今天讲座的事儿啊，恐怕得跟您请个假。哎，对呀，我还想说呢，这怎么回事？英子怎么又没来呢？英子有点不舒服。不舒服？那能来还是得来听一听啊，你们家这离这么近。哎，这最近怎么总是您给请假呢？啊，英子没在家呀？今儿不是周末吗？英子的妈妈呀，去给学生补习去了。我带英子出来看个病，啊，这样看完病了之后，我就把英子送回学校。行，好，那这样吧，回头我过去看看英子哈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李老师，让您费心了。这样，回头讲座的内容啊，我让英子跟同学补习一下，您放心吧。行，那就先这样啊，乔先生。好嘞，好嘞。谢谢您，李老师。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闺女，大功告成啊！谢谢老爸。哎呀，今儿周末，你就可劲玩吧。好。你这千年英号不还没搭好呢吗？
今儿搭吧。爸，您跟我一块儿呗，两个人还快点。行，来，你把那图纸给爸。哎，哎，你这搭到第几步了？看看，到这儿，139了。到139了哈，140，啊，一个长的这个灰的，两个这样的小的，一个这样的。你好，您这儿能恢复这个数据吗？这个修复不了，你上那边看一下。谢谢。老板，您这儿能修复数据吗？啊，我这儿修不了。这儿能恢复一下这数据吗？哎呀，彻底没戏了，我也修不了啊。不是，您不能再试试吗？我跟你说啊，这种情况我见多了，主板坏了，硬盘没坏。那也不行啊，得找专业人士修了，我是修不了了。不是，他们都说您是这儿的大神吗？嘿嘿，大神，神也不是万能的呀。啊，时间是最好的回答，勇敢把伤放。